您知道吗？新北市的中和地区就有多达70间的土地公庙，而其中呢，又是以烘炉地的南山福德宫闻名全台。而新北市土地公文化祭将在9月4号要登场了，现场安排各种有趣活动，还有闯关的抽奖，让民众感受不一样的土地公嘉年华会。2016土地公文化祭将在9月4号烘炉地南山福德宫登场，今年活动更胜以往，民众可以健行闯关，参加抽奖，奖品总价值超过20万元。主办单位更准备500个纯银金元宝，只要掷出圣杯，就可以获得元宝一锭。让我们的大家啊了解土地公在我们生活文化的一个重要性。那借由这个活动呢，能够让我们更加认识这块土地，爱护这块土地。烘炉地以109公尺的福德正神闻名全台，堪称全台最大。除了来这里烧香拜拜，新北市府希望把土地公庙透过各种有趣的活动串联在一起，把福气散布给大家，同时感受传统历史与文化的连结意义。人间卫视高嘉祥、张伯成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